我的 OBS 呢？在这儿，切过去。然后用歌迷内置的声音，用歌迷几内百，置，然后这儿可以。又不是喂，歌开了吗？迷，喂，歌迷。OK，是不哎，是？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声音没什是不么问是？题了？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声音没什么问题了？我不知道，你们我问觉得弹有幕问了，题我问吗？弹幕，我我问看不弹幕，到，我就看到一个球，我就看到一个词，我操！另外不还是没你开怎么始，哎？哇，谁那里怎么紧张怎的么是什你么？怎么哎哎？你们两个怎么在连麦我啊？哎，吗？你是们我两个吗？怎么在连麦是啊，为什么你在跟我连麦？啊？啊？有问题啊？你们两个啊？有问题啊？你们两个。你的音响吧，我操！我的音响，我戴着耳机呢，我的音响。你戴着耳机吗？我也戴着耳机啊，我也我戴戴着着耳它。机，你有们问在题，搞这是毛学呢？长我的也问戴着题。耳机，你们在搞毛呢？有问题。学长吗？学长啊，对，学长的问题。啊，那准备啊，了，那准备了。学长也想个办法。反正我不背这个锅。你不背谁我也背不啊？背。不是你的你锅是不背谁的谁锅背？啊？不是你的锅是谁的锅？啊，我倒刚数才了，我倒数听不倒到数学来，长说话，我倒裂数了，开来了。学长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你不用知道，反正在我黑在你说就什完么？事了。你不用知道，反正在黑你就完事了。准备了啊，准备。准备了啊。五好，四三五二四操，你一，在跳了开始吗？二，还没开始。开始。那你瞎按个鸡巴键盘的，我操你妈的！找歌嘛。那没事。先从最难的地方开哟，始。来了，啊，是最难的吗？那歌呢？直接干！你这样，你就当你屁股的两个档永远站着一个邪气，前面一个档永远站着一个我。你好骚啊！他妈 B 世界纪录是吧？哟。操你！你又在开 AK 了！我操！妈别打枪，麦克风有枪声。有吗？声音很大吗？有，现在呢？倒不是很大，他妈更大了！你妈逼，本来还小一点。那我离麦克风近一点喽。他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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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有啊，他妈哇！直升机，你家在直升机场是吧？这不对劲啊！没事，我帮你跳，你先弄，我帮你跳。哎，好，哎。哎，好，现在是我的操作啊，没事了吧？OK，给你操作，给你操作。你不会吧？当初 PO 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菜的。我一直都是这么菜，我连 JC 放你都妈不的会。屁！确实，不是菜。奶一口歌迷这把 W 啊，不用奶。我屌！我好奶紧不张，动，我好紧张。紧张你妈了个逼！我操！昨晚 PO 不对，你是昨晚 PO，你前天晚上 PO 福多秒的时候都不这么说的。兄弟们，找找记录。我 BGM 声音会不会很那大？个啥，我去找几句语录，兄弟们都能念一下。我不行，我不行。叫你妈的！我操！哦，好恶心。啊！彼此哦，来了。彼此彼此。你别叫！我操！你边跳，给你念几句语录。已经卡关了，兄弟。怎么又是这个声音？你们在干嘛呀？到底？菜呀！我操！我找不到，我裂你也开是了！生我气操他了？妈几年前发的东西，我去找个消息记录。神作太久了，越神作我越放松。别打，说明你这别开直个升录机了，像真的求有你。点东西啊。真的吗？声音很大的吗？奇怪了。不是，有那个直升机的底噪。那到底是为啥？啊，现在没了。那行吧。
那行吧。不知道为什么跳到一半就会有。我懂了，你家住直升机楼下。没办法，总是这么枯燥。没办法，没办法，羡慕不来了。耶，我能找今天的吗？哎，我上不去了。算了，妈不找了。哎，我这里声音会不会很大呀？对不对？对吧，反正我听不到，关我屁事。不大，不大。死的是弹幕又不是我。不大就好。对，死的是弹幕又不是我。我应该，其实我应该少跑三十分钟，把这个时间放到 K 三那里的。我建议你是先去跑 K 三 EX， 在这里先跑一点，跑个 showcase 出来。啊，这里跑一点，然后 K 三那里继续跑是吧？啊，对，然后跑完之后你就当场做一个隔天开始。你看你既锻炼了身体，又干了正事。皮化我，哟，跳你妈了！怎么连交错都上不去啊？完了完了，急了急了，急了急了！兄弟们，有人急了。这个箭头是传送带吗？我觉得肯定不是。反正我没玩过，但是我觉得它不是。它其实是。是你妈的，我他妈我说我晕了，又不是你晕了，我晕得多。晕玩家说话，小孩子别插嘴，懂吗？懂了。啊哈，不要啊。有你有我晕得多啊？不会吧。你别说话了，求求你。解锁吧。真的吗？我的。听不到我说话，随便骂。哎呀，这铁翻车，兄弟们，完蛋！怎么，你也是邪气？啊妈的，邪气附体！绝了！哟。不行，时间还是太长呀。让你干嘛？我操，这罗生门不走，他妈跑珠峰，我操，那个罗生门太难了。兄弟们，罗太难了，所以跑珠峰呀。 CC 也按不出来了。不是不会 CC 吗？不会 CC 吗？不是我不会 JC， 不是他不会 JC。是啊，禽兽不会啊。哟，好长啊！他妈，这个百次人他会不会摆啊？我这么长，每日一他妈不带打。32 PPX， 你的最爱兄弟，你的最爱。我的最爱，他妈这个人摆设就是菜了，我操！你让我摆，他妈至少中间那个档是没有的。我跟你说，好活当场。首先中间就没有一个档，摆次人说不定是个鱼，确实。32像素是好文明啊。那肯定啊，不用费脑子。都不用动脑子，背都不会。觉得简单了，加个顶三就完事儿。他妈的，觉得简单的，我想想，加顶三其实不够，我跟你讲。那就是多来一个顶三嘛。我操，不如加两个半级，拿16去，拿16 PX 去搞个半格出来，无敌好。
顶上那个好像是最难的。有。八分钟一个，八乘九等于七十二，那大概就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九十分钟不够用啊，兄弟们。我后悔了，我应该多加三十分钟的。垃圾 area， 垃圾 area。啊，垃圾来了。垃圾来了。哦，哟，妈的，心乱了，心乱了，你连这这个假的交错你都下不去，你怎么去下真的交错？呀，到底谁才是歌迷？我问你，反正不是我，肯定也不是我，所以学长是歌迷吗？原来你们两个是同一个人，原来老鹰才是最大的跳刺玩家。哎呀，我操！破解了，兄弟们，破解了，解密。今天的歌迷是不是假的？你不能看这题，你得看最后一个 JTP 的。哎，他的都是坐在代表，这个跟他们没有任何半毛钱关系。哦，牛逼 ，nice。哟吼，歌迷，哎，有延迟是不是啊？我操，我不能直接看你推流，我得看直播间界面。是啊，我列呀，哟，那我可以提前预判，我懂了。傻皮客气，操你妈！呀呀。半格是好文明，你看，你在三十二，你在一堆三十二里面随便加几个十六，你就死掉了。说你是不是菜，菜的吗？操！我卡了，我裂开，我他妈正在缓冲，你等一会儿，你先别跑。你刷新一下嘛。我刷新了 ，OK， 你继续跑吧。克星比夏之风难，确实，克星才是永远敌神，好吧？太懂了。还行还行，秒的比较快。呀，有我的 BGM 被你的声音代替了，操你妈！靠我！我的，秒的比较快啊！秒的。听你妈 BGM 他妈过来吹水！我的力量所在没了。能不能查呀？现在哪有人还听 Beatles 呀？啊？不会就是你吧？不会吧？你在说谁呢？我也不会是真的吧？老阴阳人了。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有的人十八条命就到了，八百条命都还没过。有的人就是不被这个跳刺所需要。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生而为 kid， 我很抱歉。直接裂开。靠！刘畅唱吗？拿歌迷的命换的。呀，所以说，哦，我好像忘了件事情。我他妈卡卡的，你怎么刷新一下换个地儿？刷新一下换个地儿。八太行，八太行。能不能推流？不对，你推流推了多少呀？推了三千，该不推了五千吧？哎，能不能给我省点流量？我操！
很卡吗？能不能给我省点流量？是禽兽太卡了啊！是，倒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啊，又不是你的问题，至少是中国电信的问题。那肯定是学期的问题。对，你的，学期知道了吗？以后 PO 的时候记得随身带着一本乡愁。学习老乡愁了。老鱼空洞了。有呀，我完了，我完了，兄弟们，我完了。有，你怎么还是这个档啊？因为我完了呀。当你进入这个档的一瞬间，你就得知道，有的人十八条命就到了，八百条命都还没过。有一说一，确实。我选择狗带熊，来抢了！哎，操你妈！你已错过了奖励，哎，撤退。啊！急死我了。深呼吸啊，别急啊，深呼吸，深呼吸。啊，找到不跑了。这才十五分钟，不怕不怕。啊，都十五分钟了。哦对哦，你这是第二个画风哎。对啊，我妈的，后面还有千千万万个画风。兄弟们，把垃圾那不是还有两个小时吗？急个毛！这是一个半小时。妈的，怎么搞成一个半小时了？我就应该跑两个小时，操！这长得过呀。你接近地上次卡了半个多小时，根本看我早两百年前我就跟学长说，给这里放两个小时，他肯定不乐意，他挑战一下自己。完了，心乱了。下一个节目是谁啊？哦，是巴木曼，我裂开了。我偷偷看一下写轮眼，没人发现得了吗？你跑快一点，人家下一个节目得 suck my ball。 禽兽，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挑战赛？ Lucky safe。 好，禽兽，你怎么莫名参加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啊？我参加了啥？就是 solo run， 你懂吗？ solo 我没有 solo run 啊，你傻逼吗？我 solo run 个鸡巴，我 run 个鸡巴好吗？ run 鸡巴 any， run 鸡巴百分百。shoot， 我可以 solo speak， 可以吗？啊，我完了，我过不去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啊，就这把了啊，就这把了，是卡关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昨天 K 三的感觉。妈的，这一切都得从昨天练习开始做。他妈，你昨天不练就不会翻车，你知道吗？妈的，昨天练一下，整个人都不好了。也不如去 suck my ball 算了，回去 suck my ball。妈的，哦，你的人。真的，你换个躺姿给我，换个躺姿。腰痛呀呀呀呀呀啊，舒服了。不会吧，这都几分钟了，不要问了，这一定是 BGM 的问题嘛，对吧？切割了就好了。主播加油，主播加油。这个爱好，你看、啊、这歌一停立马就过了，有无完整语录搞一遍。哇，好有道理啊，就是 BGM 的问题嘛。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兄弟们，很有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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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给死！
嗯，怎么安静了？给你跑一回，你又嫌我安静。我妈的，我在这里逼逼，你又说我在这里逼逼，你到底让我怎么样？你说让我刷你的歌，我说我的歌怎么没了？他说的安静是因为 是你的歌吗？他没有背景音乐了。那我能刷你的播吗？来来，刷克刷克，来刷克刷克，九六刷克。别吧，九六刷克有点恶心的了。你虽然跑的是九 B 六，但也别搞这种压拉器的事情。这种事情，这种事情邪气和无赖不是天天搞吗？那确实，懂了吗？小心击剑，兄弟们。无赖恨不得到家门口，很快就到你家门口，很快就到你家门口。别吧，你怎么连这个 F 你都跳不上去啊？菜，老了。老了。老个鸡吧，你就是菜。就没年轻过好吗？有一啊妈的，老了老了。不会吧，不会真有人死这里吧？你好，会的。不会吧，你的 BGM 呢？是啊，我放首歌听。感动中国十大主播来了。这解说怎么这么狂？这他妈的，这个跳的人太菜了，知道吗？有一说一，确实。跟你讲，就这种人，他妈的，他跑出线跳式的时候，你妈必垫底。已经宣布垫底了，不用避了。有能耐自己播，下次。问题不大，不就是翻车吗？也好。耶，我回来了。靠，我怎么又刷新不出来？我裂开了。为啥呢？我有了。这次开的是 PO 吗？不是。哦，很好，我缓存了，我裂开那个啥，有没有人帮我奶两口？我奶不了，我看不到，看不到哥你在跳啥？我操，谁的底噪啊？啊 ，shit！ 老子，怎么水泵空调关了呀？哦，没关，好小的事。没有禽兽的垃圾噪音啊，就瞬间这个档次。是啊，确实啊。呀。哪了呀？我的 fuck！ 哟，你怎么跑到这儿了？你不在，整个人都好了起来呢。我的，兄弟们，被嫌弃。我那傻逼。唉，如果早知道，大佬也会死秋山。这个歌迷就逊了。呜呼，被奶奶打秒了！妈的，有阿哲，有居然秒了阿哲。可以，今天是个好日子。那是不是可以开奶了？就不用开奶了，他直接给爷死，给爷死，
呀呀呀，他真的能秒吗？嗯，不是想问他真的能秒吗？到底哪个档才最难的档，就跟我多说了吧。啊，我的手止不住的颤抖。菜菜好菜啊，哟，甚至堕落到要死珠峰了。哥们，你完了，你竟然连珠峰都要死。呀呀呀，终于过了。该那个啊，该 KGB 了。哪有这么快，留到最后。最精彩的要留到最后。24分钟。走错了，走错了。24分钟跑两个。24×4=96，再加24就是120，那得2.5小时。急什么？急什么呀？你急什么呀？竖着的珠峰有什么难？你急什么？你妈下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八门面，不对 ，suck my ball。你挡着我看人家 suck ball 了。说鸡吧。呀呀！120不是2.5小时，我跟你讲，歌迷这种生物呢，你他妈2个小时是不够的，就是120分钟就不能直接等于2个小时。他毕竟还有半个小时的鸽子时间，他得估半个小时，估在哪就不一定了。呀呀呀呀！我死，妈死呀！能不能死一下？不对，能不能不死一下？能不能一命一个档？你说鸡巴呢？能不能一命过？你这个档能不能一命过？你不能过，你就是，哟，还真过了，过个几百，我靠，你就是孙子，哟，歌迷有 B 站账号吗？你去直播间3624走。谢谢呀，拜拜。怎么这么会摆？怎么不再摆难一点？怎么不再摆难一点？听这边建议加多2个珠峰哦。听见没？解说好吵啊！听说你可以。歌迷直播间长吵了，歌迷直播间还有几年呢？6年呐，兄弟。我的青春都没了。没事，他反正他要去我直播间用的，对，他要用我直播间会给他用的。反正我都在哭。我用的是无蓝的，你算什么技吧？不累。你算什么技吧？那你现在无蓝的吗？我裂开。你在外面有别的直播间？我操！交错技，兄弟们，摁交。孩子退钱，我裂开，下次就可以了，下次再去。妈的！交死你，交死你！孩子退钱，要看牌子，不如看我的牌子，对吧？SF 是什么水军啊？这个说不出，这个不能说，只能说非常懂的都懂，好吧？不懂的说了也不懂，懂的都懂。利益牵扯太多，网上的资料已经被删干净了，你找不到的。懂的都懂，好吧？懂的都懂，懂的都懂，懂的都懂。大概也就贴吧20级，不对，60级水军。不用看歌名牌子什么，歌名没牌子，歌名没牌子。看我带的牌子。我牌子早上了，我操！啊哈！你不会吧？你真死这里啊？下次跑一点阳间的跳刺。你说你没事跑怎么9v6？是啊，没事跑什么9v6？
他妈跑 K3EX 不行吗？是啊，跑一单跑这个是吧？是啊，你说的都对，老董哥了。下棋保八真七，下次 ATK 二安排上 ，ATK 二不是跑过了吗？那是一啊，兄弟。四舍五入就是二，没错。对，没错。一等于零点五加零点五，约等于一加一等于二。好 ，DTGN 太长了，应该。我不是怕，我不是怕你们受不了，是怕我受不了，他太长了。兄弟们，让人突破思维格嘛，变成我最好。我先带头出面。呀，哈，回来。啊，听得到，听得到，说话。一路飞很长吗？他妈的从头飞到尾也得飞个几十分钟啊。乡愁回来了，乡愁买了根棒冰回来，已经过了个画风了。乡愁回来了，过来吹雪。哦，不对啊，我学习是在上班吗？哦，不对啊，今天周六啊，兄弟。对，好厉害，居然不是996。996，995。我懂了，995。007。007，怎么不来个118呢？再来，继续说。周六就不能加班吗？哦，半个小时了，兄弟。我周日加班，不知道。然后下周五就有。小时候，乡愁是一帮甜甜的孩子，奶在这头，歌迷在那头。你看看，交错赢了，交错又赢了，兄弟们。交错输了，我跑六开。要飞机机。歌迷不会翻的太稳，他妈直接翻给你看。就明明1分29秒59都过了，不对，1分29秒99都过了，非得再拖一会。到时候翻车理由就是突然卡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卡了一下。卡了。这他妈是什么鸡巴跳刺，我靠，好像不难。启寿，我对你不参加跳刺锦标赛的表示鄙视啊。这种刺乍一看上去很难，一跳上去它也不简单。就是掏就对，你们别奶歌迷，我们奶不动。你像我这种贴身进奶，我跟你讲，直接语音骚扰他，就摁干，我们做不到。弹幕奶奶不动的，你像人家都不一定看弹幕，主要是看才是问题的关键。不看了，你看个鸡吧，你别看，滚。你看了。怎么都不回一声啊？就是有什么好回的，你们都在回呀、啊、对面的禽兽在回，没有，是我在回。主要都是我在回。苹果掉了。哎，我在，你在干技吧。啊，我操，你干过了。哦吼！贴身放的。哦，这是最后一个打的吗？是啊。看看我的外卖还有多久。
哇，平常这个时候，平常如果跟你们碰的话，这个时候我都会歇一歇，然后去看艺术图片。你放你妈的屁！平常 PO 的时候，你他妈在别的档都已经看了多少个了？有益身心健康。而且如果真的平常 PO 的话，打到这不应该得是一个多小时啊？后面还有个乡愁呢。啊啊这！放弃，我已经站在那边不动了。放弃治疗，直接放弃治疗。懂了懂了。操，还没吃饭。没吃饭不太敢奶，他妈奶完跟着自己饿死了就不太好。我操，玩的腿麻了。不会吧？你该不会死选关了吧？不会。我腿麻了，吓我一跳！我操！缺血是素材，牛逼！这不是送的吗？我操！别麻了，太重！我等一下，我腿麻了。你不会吧？我就是坐了一会，腿就麻了。强烈的压迫。哇！太棒了，真不错，腿麻的感觉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用脚跳是懂了，果然是用脚打的，暴露了，居然是歌迷，歌迷都半个小时多了，半个小时过三个，三乘三等于十二，等于两个小时，原来不用两个半小时，哇，腿还是好吗？哇。来，我给你揉揉，你们不算了，我给你跳跳，你自己揉去了。我不给你揉了，这样子，我帮你打一会，你去揉一下，可以吗？那不如你帮我揉一下。妈，我帮你揉，他妈不捏死你。用腿玩就对嘛，对，你看到跟你用腿玩一下，用舌头玩其实也行，用手开小键盘，用舌头按。你好恶心啊！分叉就可以，让舌头分叉就能画图，我操，还很恶心。能不能讲点阳间的话？这还不够阳间吗？恶心的一。太医了，觉得不恶心的收个医好吗？以前我不信，我以为你们是在开玩笑，没想到你是真的 gay。怎么也是真的 gay 吗？没关系，今天想要真的 gay 吗？没关系，看见，看见兄弟们，看见过了。哟，珠峰，还是珠峰好用。右下角游戏名字被我改了，下一个水珠峰，陆地的交错，永远敌神，好吗？嗯。34D6，他是。操，还有34D6。我感觉 B6A5 跟 C4不都是一个数字加一个字符，为什么一定叫 B6 呢？我操！叫 H5， 叫他妈的 J8， 这都可以。那为什么一定叫 B6 呢？叫 M6 不行吗？叫 M9 也可以。哎呀，这个下路风，我操！叫 K4。啊，舒服。怎么还过不去了？哥，过一半了，兄弟们，过一半了，过一半了，38×2=76，兄弟们 ，WR 有望。
有机会 W2 了。W2 是多少？不知道。这游戏有 W2 的。谢谢啊，直播间要被切了。超管警告。嗯，你少说点逼话就不会这样子。他妈谁在破了债啊？还是我听错了？我操，怎么老是有个人在我屁股后面他妈破了债？听错了、欸？我都不知道听的谁的，可能是幻听了。阿志，阿志。阿志，阿志，我们外卖还没到，我饿了。我还没点，我操！我刚吃完，我好饿。我还没点呢，我操！妈的，一点钟起个床，然后就在这里看。大可，大可，我的脑子里都是 FASF 了。我先去吃一个。大可不必你妈了，要不是等你，我他妈早睡觉去了。你比外卖和歌迷哪个更快？我吃完前，那应该是外卖更快。歌迷没歌迷没个两个小时，应该都过不了。你看他卡关了，懂我意思了吧？就你们开盘，外卖一，赔0.1，歌迷一赔1000。专业操盘师兄弟们，呀，我他妈是真的强！哼，这种歌你直接拉满，庄家通杀。有时候我都没有看清。这少呢？有时候我都没有看清。这少不在。但是我的手。就已经过了，你过你妈的！我操，你妈的，肌肉记忆不也是记忆？就真当肌肉记忆不是记忆了呗。王霸之力，你的手不会看路的吗？疯了一样的往前冲，打死了。不会真的，不会真有人的手不会看路吧？呀！人与人之间体质真的不能一概而论。我曾经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用手看路边，就秒了10个资源矿。你就是刘尊荣。我手真累啊，还要开飞机，还要看路。输输我呀，真的要输输我了。鸡巴，妈的三次都会死。你不会吧？我都觉得这个三次稳了。输卡不累。开飞机，手肯定能开飞机啊！手不仅能开飞机，它还能打下来。遇到敌方的飞机还能打下来。啊，你还能帮我打下来？妈的，跟吴兰学坏了，完了，完了。操！我要吃什么？你跑一会啊，你先去跑一会。我去看看外卖要点些啥，其实不点也行，但是不点会饿死。兄弟们，华莱士推荐吗？你少吃一顿饭就能节省，下一笔资金。听懂掌声。少吃一顿饭就能减一顿饭的厨。
真他妈 nice 啊，从来是在让我拉这方面，从来不会让我失望。所以我要吃蛋包饭兄弟。How more nice？ 德克士都比他强，德克士吗？呀，跑这么快干嘛？妈的，心机呢？我操！我不知道啊。德克士的炸鸡超级好吃，那就吃德克士的炸鸡吧。我去找找人，德克士这附近好像抹得没有什么叫鸡的店了，只有华莱士跟韩式炸鸡。没有找不到。那不叫鸡，叫个饭吃算了。哟，过了，牛逼。嗯。妈的，还有三个 A。好嘞。垃圾，好吧，垃圾。那还有一半时间呢。都没有我摆的一半难，好吧。那确实。简直就是。确实啊，没有我摆的一半难。简直就是你妈的艺术品。你买的可以经过 Happiness 的，不是没有叫鸡的店，是削弱一下，没什么鸡吃，知道吗？没什么鸡店。呀，这个懂的都懂，不懂的说多了也没用。华莱士只有小时能吃东西，好贵，主要是填饱肚子。我这边华莱士填饱，这边华莱士15块钱一个套餐，我觉得挺便宜的。不是，主食他们说不太行，但是吃小吃的话又太贵。你像吃小吃吃到饱，你得吃个8-90块钱，好贵。可以去东莞，我在东莞啊！我操！操！哦。呀，不会真有人不知道我是东莞的吧？我操！东莞鸭王谁不知道？东莞拉王，鸭王，东莞拉王，怎么竟然是鸭王，不是拉王吗？我以为我是拉王。你拉什么？我拉胯，我拉胯特别在行。哇，舒服。我记得我在我直播间天天说呀，我一直在给你们辟谣，东莞不是什么不见不得人的地方。你直播间有人吗？他只是有点见不得人而已，确实我直播间没我的。拉皮条客。呀呀！啊，有麻辣香锅吃，但是好贵，要慢了。是这样的，完了，我好害怕。哎，你好菜啊，能不能滚啊？你能不能滚呢、啊？我靠！我当他8分钟之后要送到，结果是8分钟刚到店内取货。八分钟后取货，懂了，8分钟后取货。妈，我他妈我耳机都没了，我走不动了。他妈，咖喱鸡蛋包饭，好贵。啊，舒服。而且量还少。吃个蛋包饭也就一碗多一点。啊？呀。我想这个录播能不能过审，觉得应该可以吧。B 站嘛，懂的都懂，好吧。妈的，我的录播都能过审。炒面炒饭，我想吃炒饭。哎呀，你什么想吃饭？过不了就发舞蹈区嘛，舞蹈区
比较好过审。过懂的都懂，好吧。不想吃饭。气得在树上跳舞。不要怕，舞蹈区的老哥喜欢这个。你这鱼应该放 ASM 啊。奥数魔刃专辑，在你的嘴，在你的耳旁轻轻嘴臭。呀，怎么距离不够啊？呀，差一点，差一点 ，nice try，nice try， 至少。至少给个 nice try， 兄弟们把 nice try 打公屏上好吗？一起给歌迷加油鼓劲。nice try。兄弟开个房间，马上进来。nice try。开个。老 nice try。在说话的是谁？影响我跟我们跳色？反正不是。哇的，这个档还是。摆的有点东西了，有一说一，好吗？至少给个 nice try 吧。我磕头了，熄灭。呀，我又磕头了。不行啊，我老是慢一点点，慢大概个三四秒，是不是？不能第一时间贴身进来，妈妈，这也有个小延迟呢。哦，过了，下次得跑你妈，直接跑去蹲你家里面来了，马上就到你家，带，直接你妈，马上就到你家门口。我操！哟，不会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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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死这种地方吧？不会吧？急了，急了，急了，急了！外面还有9分钟就翻车了。啊？我是一个小时半了，你在想什么？我不是一个小时吗？不会吧，当时你跟学长，你跟学长说报的一个半小时，我跟他说叫他砍半个小时，然后学长同意了。背叛了，你被背叛了。你想想，为了巴木曼能够 suck ball， 我特意把你的时间砍了半小时。哟，完了。哎呀哎呀哎呀，妈的，拿头跑 JGB， 你发太迟两次了吧。 两次是没有嗨看地方，这种你是不是演员？这种邪气都不会死的，你再演吧，你有人再演，这不是只有邪气才会死的事吗？趁我不开麦的时候说我坏话。没有，我们只是在那个友好交流。友好交流。不会有人吗？矮王哪会死吧？不会吧？至少我是不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还有两个吗？矮王哪是不会死。还有三个呢，兄弟，三个呀，还有三个。换首歌听。是。哎呀，等一下，让我打开一下网易云。OK OK OK， 三号兄弟们，我帮你三号。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这生化魔人，我很抱歉。哎，有那味儿，一干不多了，舒服。一号种子选手，这不来水人间系统，小逼崽子。说，这扭的这扭的跟你妈蛇一样。这歌不歌迷，正好的初音的歌迷呢。我不是二次元，好吧，谢谢。抛弃设定，兄弟们，一家不是被开除二级了吗？你听初音没问题，兄弟。阿志已经和东方沦为一条船了吗？那不早很早的事情了吗？二次元爬，好吧，二次元爬。这边建议你换一首歌，你去听 Walking in the Sun 吧。不知道二次元建议直接退群。这个群不会只有人没有二次元吧？我操，这直播间难道真的有不是二次元的人吗？呀！不要啊，不要！是我呀，那没事了。啊，你不会吧？我过不去了，兄弟们了，偷偷开个血轮眼。没人会发现的。一黑化，一黑化，兄弟们，一黑化，一黑化。别黑化呀，哥你，你怎么回事？你们就黑化了。黑化了。一黑化。没有感动我一。我没有感动我一根翅膀，我并毁他整个天堂。呀妈的，我并毁他整个天堂。哟，怎么死这儿了？完了。没闪现挂的歌迷不是跟个普通人一样吗？有一说一，确实。绝了！妈的，绝了！歌迷输了，我的外卖到了。说鸡吧。邪气句句惊人，确实邪气一字千金。哦，这里可以满地，我忘记。我们不是你们刚才是不是在黑我？我来看看。吃完回来发现弹幕不太对劲。没有啊，没有，没人黑你。好僵的很。哦，三十四级留在这里啊！我操，看了一眼。
呀呀发发发送给发送给我操妈的二段 JC 二段 JC 我他妈满力按的 shift 他妈的出 JC 你看你要是不看你就能不按着 JC 了你知道屌吗看嘛看了吗我被耳机哭住脖子了希望人没事不要停下啊只有半小时了不会吧、哦、还有四十秒人类死亡二段神经病神经病歌迷好像不是银州吗歌迷是银州吗那肯定是啊是吗银州是啥州呀、啊、完了银州银这是银这是银色的狗啊这是真实一狗这位选手开到点给我来个金州金州金州呀你妈的他妈的每个最后一个刺都死一遍我操高端货无限死存档存哦可能是有两个神作怪在这里解除你姐说啥了？这个金球还是这个？没有啊，你难道不喜欢神作？丢的时候神作率最高的两个人在这里。尤其是相守。尤其是余光中。大家好，是余光中。论神作应该没有超过。你太小看我了吧？不对，不是我。呀，虽然我也差不多。对啊，经典的。换一首战歌，好吧？哟，要来了吗？经典老歌呀呀太棒了呀舒服啊舒服啊哎呦不是走这里哟猛啊哦吼这翻不了吧这首歌吗我刚刚特地特地闭麦你妈看了去听了一眼的吗听了一下这个曲子姐姐也开了好你没童年的吗有啊所以才裂开了呀但是没有可能还不会裂开童年没有机会听到这么为什么有生之年还会听到这首歌我直接给妈吐了想当年我的头发也是七彩琉璃不难想象哇哎哇哇哇他们刚才在黑我什么东西啊我吃饭聊聊聊聊的我都不会跳刺操
加油。黑饭又是几十害的游戏，对，这个锅真的得甩给 KKK， 不能甩给我。操啊！操！你学过半小时，完蛋，完了！你能不能不死最后、啊？太崩了，现在崩了，现在崩了，真的崩了。操了都操，操啊操！完蛋！嗯，为了多陪大家一会儿，焦死！想想多陪大家一会儿，确实。哎呀！明天跑 K 三超级顺。哎，舒服。有，还有25分钟，跑两个不太难的面。不太难？八太难。应该是八太难。我拿个锤子。有，好瞎，眼都瞎了。哎，很好很好，很顺利，很顺利很顺利。 JGG Lover 就是离开显示器了、哦哎、这次应该不会这么乱世横纵了吧。神道已经绝境。 您闭嘴谢谢。您闭嘴啊，洗 bug阿奇爸的，兄弟们出书了，解书赶紧解书。呀呀呀！哦，对对了，对对了。还充裕。你别说话了，求求你！刚来，请问哥，你这是地狱战场，还是哪一集的跑第二遍的？这是第二遍的第一个怪人。有，有。过了吧。哦、第三遍过吧。呀，这磕头什么东西？磕头，好问题。哇操！磕死我了呀！拜年跳法，那你来救我，给我把钱。老拜年了，你来救我。不能过年过包子了。啊，拜年拜了，我能多少了？无所谓。好，开始神作。完了完了，屌你妈！哇，屌你妈！歌迷。我带你们打！哇，我屌你妈的！这也能死这么久？啊，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啊，最后一个 A 了，希望人没事，希望人没事。那飞机机，飞机机要来了，秒了。呀哈呀哈，这个我好撑啊，这个你好差不多差不多，五奖竞猜啊，最后下去已经过了，好过了。这边还有两面，还两面，拿枪对面还有三面呢。啊，真是爸爸。呀，我怎么上不去的？这个档还太实了。这档你妈怎么不在百分之四把上去？我操！一把跳。根本听个指法，也挺好。一点老歌单。
哦，对位了，对位了。此刻星我当成叶青炮手。此刻星直接 ESC 好吗？就当过了，就当过了，就当过了。哟，还有十分钟。No no， 我的感觉。No。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过了，就当我过了吧。我觉得我也已经过了。呀！开始了，开始了，操你妈！翻了，要翻了。还是那天晚上带我一次就过了。别急别急，我慢慢来，深呼吸。你用的是不是不是老板的八句话呀？嗯，完了完了呀。完了呀别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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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小时呢，还早，还有一个小时。花仙子救我！花仙子救不了你了，还有半个小时，不慌。花仙子救我啊！谁急急再打七分半那么长的慢子？谁急急再打七分半的耐子？你要想，这些是谁急急在挑战歌迷？嗯，敢敢挑战，啊，这波是我要爬了的感觉。没有，没那么快，还早呢。你只要三到一次倒刺，你就赢了。嗯，下次三到刺必过。
你别说话了，求求你。看得我都紧张了起来。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Why？这里就是 FASF 全球总决赛现场了。哇，完了，心态崩。
小翻不算翻，兄弟们，就当今天没有翻车好吗？这波是直接他妈抑郁症套。这个要去掉放歌的时间。对，还要去掉唱歌的时间，还要去掉种种时间。好了好了，已经翻了，我的青春结束了。已经翻了，没事啊。等会那个跳出锦标赛等着你啊。妈的，跳出锦标赛我肯定也没了。这波舒服。跳出锦标赛什么时候啊？歌迷休息了一分多钟，我看看什么时候。今晚，九点左右吧。十点钟左右。哦，十点钟吧。九点左右。哎，差不多了，差不多那个时间。没翻，兄弟们没翻。去掉那种唱歌什么，啊那个、什么的，假装没翻啊。那一分钟不算。腿麻了时间，对。我懂了，腿麻。好，下一位了，下一位了，下一位了。S7 把歌迷压到。